是一个你的手啊！你若有这尔好心，搁要教我功夫啊！我不相信你，你一定是骗我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当然是骗你去，我不会骗你。小虎，事讲啊，都拢是事实的。你从啊老嘞，事讲来教你的功夫。今后嘞，你刚好若学就手，你他妈都无关事了，好。以后无论怎样，我一定要报恩仇，搁要给你的身躯边，给你学功夫，搁要吃你用你困你。我安就歹听哦。要不是安尼死讲，啊无要安怎讲？好，小五，你今晚若要过来受苦啊吃，你嘛应该加走一撮，多出去恁家，甲恁老母讲一声。要怎个甲伊讲的？用一阿哥你嘛，我倒腰啦，我倒腰就要甲伊惊。我猜你真歹食，小虎，你即个是生一个大个，一定是真枵，在家煮讲啊讨袂食。我带你去吧，大生我用